还是有客人来，你去超市买一斤五花，任何一个西瓜。来，不用客气，喝水。妈，喝了。今天五花用什么价？五花肉啊，好吃。再帮我看看今天西瓜的价格。西瓜啊，西瓜3块。
不想给我撤退。收到，收到。正在连接卫星。宇航员，发射伽马射线。收到。妈，木剑师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妈给我安静点。